大家好，我是六号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为什么要奔跑。有一只小狗在找食物，它看见一个黑影，吓得跑走了。跑着跑着遇见了鹿，鹿问它为什么要奔跑。小狗说因为有怪物啊。鹿也跟着一起奔跑，跑着跑着又遇见山羊，山羊问为什么要奔跑。小狗说因为有怪物啊。山羊也跟着一起奔跑，跑着跑着遇见了大象，大象问他们为什么要奔跑。小狗说因为有怪物啊。大象也跟着一起奔跑，跑着跑着遇见了狮子，狮子说为什么你们要跑。小狗说因为有怪物啊。从天亮跑到天黑，从天黑跑到天亮，大家都气喘吁吁。突然狮子停了下来，狮子说为什么要跑。大家西看看东看看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。大家回去看看是什么东西，原来只是一个断掉的老树罢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没有根据就乱跟着别人跑。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